好啦，今天来这边参加比赛，心情紧张吗？超紧张。天气很冷，对不对？会影响到你们的表现吗？不会。你还看人家？你还看人家？当然不会啊，我们要拿冠军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要认真哦。对。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下面的朋友说？评审老师，下面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原西颜色的。Yeah. 掌声鼓励。好啦，你们平常比较擅长哪样的曲风呢？舞风。Popping。Popping。对。所以今天也是要 Popping 的舞蹈。那你们这个团体组成多久了？我们是社团出来的表演，就是比赛的，对。哦，所以就是。是刚算是。大二开始吧。大二开始，所以你们是因为兴趣而加入社团。对对对。然后代替社团来参加比赛。对。是不是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，掌声欢迎我们中原大学的同学四楼拉太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舞蹈。
完整体。